国姓乡一间游乐园，非得要归馈乡里。伫咧岁月年中，关怀国姓乡的独居长者，特别结合国姓乡公所伫园区内举办迎春送暖的活动。除了免费招待85位的独居长者来游园佚佗以外，中道嘛举办围炉餐宴，让因提早感受过年团圆的气氛。今仔日国姓乡85位独居的长者，在村长、乡长、公所各科室的主管、区员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游乐园来佚佗，欣赏美丽风景。今仔日来这佚佗有欢喜无？有啊。这舒适无？舒适。舒适吼，水无？有有啊，乡长做好诶。感谢我阮这老人偌好咧。唔错啊，感谢有遮村咧，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的乡亲吼。都非常的高兴，而且看他们脸上充满的笑容，我们就知道说他们今天非常的高兴。那待会还有一个很丰盛的一个午餐，哦，相信今天一定能够让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除了坐游园车以外，主办单位也安排很多趣味娱乐的项目，包括布口啊、石公格、牵积木，是让老大人玩到非常的欢喜。好胜吧，好胜，好胜哦！哎，真好胜，好胜啊！唔好胜过者。为着要让独居老人过一个好年，游乐园区还佫有准备10多桌的围炉餐，免费提供大家来享用。那我们泰雅度假村也是为了尽企业社会责任哈，那我们在每一年都会邀请国姓乡的独居老人入园来，游玩、旅游、踏青、走村。那我们也都会准备丰盛的午宴来宴请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新的一年过个好年。娱乐园区业者平时热心公益，帮助弱势，为着要迎接农历过年来到，鼓励民众来国姓旅游。过年期间大放送，符合条件的民众免费来入园。就是只要每个人的名字当中有我们县长林明珍的名跟珍或是说目前最夯的一个韩国语有国跟鱼，或是英文或是文哲其中一个字一样的话呢，都可以享有免门票入园的一个优惠。连续四年游乐园区做着，免费招待独居长辈来入园吃团圆饭，让独居长辈感受到无同款的年节气氛，提早欢喜过新年。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